soon we'll touch once more in your arms. Our love will soar. Until then, your love's my guide. Holding on. 太绝了，我的妈！离张馨予，行行行，谢谢你抬举我。你老公还给我刷礼物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给我刷礼物了耶。有那么一点像。我美颜啊，美颜呗。回自己的房间了呗。啥时候回来？你们想让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什么时候回去。什么？这个现在回不了，现在回不了，现在应该没有机票。我现在回去得几点才能回家？ 你不用让我睡觉了呗，就是说我一夜都不能睡觉了。我想谈对象，没有。哪个大哥呀？你说直播间的大哥吗？喜欢什么样的对象？喜欢没想过什么样的吧，没想过。我这个我都没有社交，我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哦不对，我喜欢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单身多久了？半年多了。半年。半年在南京做的。南京。我站起来给你看一下我的全身，给你看一下我的全身。可热死我了，我跟你说，今天穿着一身可热死我了，真的巨热无比。哎，就是出去之后根本就不能，就是得是一直有风扇吹着。1.7米，1.70米，1.7米整。
我一站起来就人这么多，在哪儿拍？临沂能做出来你这样吗？我这样的，我叫平扇啊，不不，我叫开扇，我这种叫开扇。临沂我不知道哎，你得多打听打听。啊、哦，我是临沂的，这是开扇的，然后后面开了眼角，开了后眼角和下至，嗯。夜晚灯光就是好，晚上灯光真好。前眼角肯定不能开呀、啊，现在谁还流行？现在早就不流行开前眼角了耶。设计好的排比 I can't forget you baby 我不想要再听到那些关于你 But I am fall in love 开前脚不好看尊嘟会这样子的感觉 I am fall in love 几笑就是跟你说的那些 you, baby, 就是跟你说的那些放心有像张雨绮刚刚有人说像张雨张馨予这又说像张雨绮要让我去那个啥吧我去拍戏得了行吧我去拍戏得了欢迎 W哎呀头发太厚了太多了真的服了也是谢关注确实好看就是好看就是那个展馆有点不太好看就是主播的展馆有点不太好看脸很小脸很大的现实脸很大的不认识你不可以推吗我这个是医院里的做的没有医生的直接的联系方式吧我是临沂人我不是济南人零几的九几的九几的